发扬草根影响力，借由举办草根创意微电影金扇奖，以善、爱与关怀为本，结合虚拟与实体平台，弘扬温良恭俭让的华人生活价值观，并发掘更多的微电影明日之星。2013海峡两岸草根创意微电影金扇奖颁奖典礼。我要飞回家。这次很荣幸能得到金奖。那么我拍的这部片子片名叫做《回家》。其实在创作这部影片之前，我就已经有过身临其境的一个体验，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个人的一些故事。小时候父亲送我去上学，唯一不同的是我并没有带他回家，这是我自己心里面一些遗憾。那么我也想借着这部片子里面，把我自己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往事啊，拍成一部比较有感觉、有点意义的影片。也希望修改一点内容，能够提醒大家不要忘了父母对我们的爱，我们要回报他们。这就是我希望能够创作的一些理念在这里。谢谢。这次参加这一次比赛得的奖项是最佳音效奖。那很荣幸能得到这个奖。是想说在这个片子里面加一些特殊的一些音响效果，同时希望能够提升这部片子的可看性跟它的戏剧效果。我也很高兴评审对我们有很多的鼓励，谢谢。